篮板球在林秉胜手上，还是把球交给了艾斯，对上的是陈静环。哇，秋秋今天是有两个大官员了，哇！这边自己玩了一个 cross control， cross control 直接拿两分了。目前还秀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换手运球。其实 Julian Wright 最近啊刚封王，拿下冠军的 Kansas 大学里面，他在当时就被认为是一个类 Boris Diaw 这样子的控球前锋的球员。哇，这一下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件穿心的传球。在特工这边看到的是林秉胜快手拨了一下，这边换防，哇！我再踩了一个欧洲步，然后最后从非惯用手上来，能用的好像都用了，这什么技巧都出来了，完全就是锋线教科书的展现。刚刚的 Julian Wright 那一次推进的，把所有人都变成他的背景的配角。对。而且他其实踩得蛮慵懒的步伐哦，对，速度并不快啊，完全就是。